我是本本，今天我来到了成人动漫展。要来干嘛？我是有工作的哦，今天受邀参加舞台活动，而且我很久很久没有来到这种很多人的场合，然后好像很变态的场合。你看我现在从头看到尾全都是色色的东西，你看这个图，色色的，然后什么低雅情趣啊，然后什么奴隶世界。健康啦，健康。很健康吗？没错，因为上一次在新一区的时候呢，有问大家最喜欢看的色色的片是什么东西，但是我发现呢，大家喜欢的东西都很正常，就我最不正常。所以呢，今天这个成人动漫展应该都是我的同类吧，他们都喜欢看动漫，他们又喜欢色色的东西，色色的动漫，这里一定全部都是我的同类，他们一定都会喜欢触手啊、章鱼啊、史莱姆啊、哥布林啊。没错，这里都是我的同类，所以我要来访问一下。好，那马上进入我们的最后街访，不对，是最前街访，因为我们今天是白天访问，而且大家都没有喝酒，所以是最前街访。Go！ 我智障，我智障，我智障。耶！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在这里做什么？我在这边工作啊，不然呢？为什么会有接这个工作？就刚好朋友是 coser， 然后他就问我要不要来帮忙，我说哦好啊。是你自己自愿来的吧？不可能。请问你平常都看什么 A 片 ？Fake Taxi， 一个国外的 Pornhub 的东西。乘客，然后他就坐计程车嘛，他就没有钱付，他用身体去付那个计程车钱。哦，难怪他都说要载人家，然后别人付不出钱，他就要在人家干嘛？欸、我澄清，我没有干这种事情。那你要载我吗 ？OK 啊，当然 OK。我跟你讲，我载他去哪里？我载他去阳明山看夜景。我不懂了。请问，如果你现在是 A 片导演，你想要怎么样导这一部戏呢？在美术馆吧，看个展，然后看一看，就直接在展览间打炮，这样直接做那种行为艺术表现，你知道吗？哦，然后大家就可能就以为你们是个艺术，就开始在那边观摩。对对对，这个其实是一个超现实主义的影片。你现在也在幻想吧？没有。上一次做在什么时候？很久嘞，两三年前了吧？真的假的？你受得了哦？啊，我就很忙啊。没有，因为他再来两三年，真的不到。哎哎哎。好啦，好啦，谢谢你，喂，感谢。怎么了？这是什么波涛汹涌的画面？这个是我们的斑斑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是斑斑。平常最喜欢看的 A 片是什么呢？我比较喜欢看动画的耶。我也是。对，我比较喜欢偏二次元一点的配音，因为那个有时候真人的叫的挺难听的吧？对，就是不见得都会叫在自己的喜好上。那请问你最喜欢看的题材是什么？小孩开大车，比方说小男孩，或是体型有差的，女生比较高，男生比较矮。那如果我是喜欢大哥哥的话，这样算吗？不行，小孩开大车的前提就是小孩必须要是小男孩。哦，那我不行。那你喜欢触手系列吗？没有，不喜欢，所有人外的都没有很喜欢。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喜欢动漫的结果。请问，如果你是 A 片导演的话，你想要导什么样的？我觉得我会想要导那种就是连续中出类型的，男生要一直射一直射，是吗？对，还要很努力。一般的女生也会希望被一直中出吧？要看情况吧。我会想到是因为我有很喜欢一个 AV 女优叫那个滨崎真绪，然后她以前有拍过一支片，就是是连续中出的。哇、就是看起来很嗨。对，而且其实挺舒服的。谢谢你的分享。谢谢。请问平常最喜欢看的 A 片是什么？桃乃木香奈子。那请问你搜寻的关键字都搜寻什么呢？丝袜。哦，丝袜。腿控。兔女郎。那你知道我都搜寻什么吗？你都搜寻什么？调教系列。所以你想要，我要跪下来给你踩。不是这种。哦哦哦。我喜欢的调教不是那种虐待的那种。哦，那是哪一种？掐脖子啊，然后一直被高潮啊，然后男生不放过他的那种调教的感觉。可能因为我。经验没有那么多，还是视觉上的东西会对我比较有吸引。我也没什么经验，其实。那请问，如果你今天是 A 片导演的话，你会想拍什么样的片子出来？太空主题，而且是 Among Us，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人类去跟人家发生性关系。哦，所以你会喜欢触手类的东西吗？可以接受，但没有到那么喜欢。但是我喜欢的是那种有一点悬疑感，反而会让我能够把它完整看完，不是用跳的。感谢，谢谢你，完成这个互射阶段，谢谢。谢谢。说不拉筋。第一
句话就哇操，什么意思？请问你平常都看什么 A 片呢？我前几天有看一部，它是有一面墙，然后女生会躺在那个洞里，然后会有很多男客人来享用这些女生，就比较像多人P的。哦，我蛮喜欢的。你在看 A 片的时候，你都会搜寻什么关键字？我会找萝莉。日本有一阵子很风起，就是 A 片里面是他可能是成年了，但他的外表看起来像没有成年的样子，就是那种小平乳，然后樱花色的某处。可是我记得你之前不是有个性癖，喜欢被男生抓脖子吗？这是性癖吗？这个是大家都喜欢的东西，好不好？你现在你在宣扬自己的喜好吗？哪有？如果你是 A 片导演的话，你想要拍什么样的戏？我一直很想要拍那种校车戏的那种影片，就是那种女校车，然后里面就满满很多女生。那谁来处理？就可能会有一群大叔上来。奇怪，你是其中一个萝莉，然后草爷突然走上来，然后我没办法，口味太重了。你最喜欢看什么类型的 A 片？是花绮罗的系列。哦，那挺正常的。那你有喜欢看什么主题吗？可能近亲相奸啊，或者什么？太重口味了吧，不过我喜欢。那你还有喜欢其他的类型吗？触手，我不能接受哎。不能接受吗？如果你是 A 片导演的话，你想拍什么样的影片呢？我希望是 A 片导演，然后突然演到一半突然下场那种，就是示范给大家看。對對對對，因为大家不会演。哎，碰他的小秘密，我要你现在碰我，现在碰。好。Yeah。 哎，你被玩了吗？哇，太爽了。太漂亮了吧！还没吃过，还没吃，还没吃。哎，你刚刚在旁边一直吃热狗堡，然后希望我吃热狗堡。今天穿这样子不会觉得很不好意思吗？觉得很凉哎，很凉。对，很舒服。哇，请问你平常喜欢看什么样的 A 片呢？我喜欢用做梦的，自己想哪一种。那可以说你梦到什么吗？谁不一定，有时候不认识。对不对？想问那是谁？那是谁啊？谁不重要，感觉比较重要。我要跟大家老师说一件事情哦，就是你知道，不是说有人睡觉睡到半夜高潮吗？对啊，就是。我之前我真的有做过春梦，然后我突然高潮的醒来，你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可是就突然然后就醒来了这样子。但是这个蛮屌，他自己做梦就梦得到，不是想梦就梦得到的东西吧？好，那如果你是导演的话，你有想导什么样的戏吗？女生很多，长腿大奶，然后就一个男生而已。当然是越多越好哦，多人混战。对，多人混战。好的，谢谢，谢谢。请问两位是情侣吗？对。所以说，如果男朋友很喜欢看妹子，你不会生气？一起看啊，一起看，要分享。好，那请问两位平常喜欢看什么样的 A 片呢？我比较看动漫的。你会搜寻什么关键字？修女吧，这衣服类的 cosplay 的感觉。对，修女、护士、学生妹，我比较看这种的。那大胆的问个问题，请问你们两个平常都怎么玩呢？正常吗？我觉得我都是正常的吗？我真的蛮正常的。会不会 cosplay？ 认真不会，因为衣服很贵。哎，是吗？我觉得有些衣服很贵，所以我花不下。就是、喜欢被掐脖子吗？被掐可能可以吧，可能可以。那请问，如果你们是 A 片导演的话，你们希望导出什么样的片？我可能会先看市场。哦，看市场，因为毕竟你要当导演，你要买，要想得很远。对没？你要先看个市场啊。请问你呢？找自己喜欢的女生。哦，是找你女朋友吗？没有，当然不是，是看的，看的爽的而已。谢谢两位，谢谢两位。谢谢。请问几岁？18。哇哦，请问平常喜欢看什么样的 A 片呢？我喜欢看 BL。哦 ，BL。他看超多，所以都是 BL。你喜欢男男？嗯。都搜寻什么样的关键？就是 BL 除外。我喜欢巨乳。那你喜欢触手吗？触手感觉滑滑湿湿。就是要滑滑湿湿的吧？不是那个太湿了，那是瀑布。最近有印象的一部片是什么呢？最有印象应该是《华根初上》吧。我刚才跟他拍照。你刚刚跟他拍照吗？哇，你很棒啊！那你喜欢邓家华吗？还好。哎，你刚刚有跟他拍照。那请问，如果你是 A 片导演的话，你想要导出什么样的影片呢？情境丧尸。他可以接受丧尸，然后小秘书。哦，我以为是那个僵尸啊！出差前夜的疯狂之类的。上次的小秘书，小秘书是男的吗？
哦，真的，害我也想去公司上班了啦。礼拜一来陪我演啊，你是算是我的上司吧，是吧？那你们特别喜欢看哪一类的？我喜欢触手类的，因为我刚自己有拍影片，所以我在下面问了好几个人，没有人喜欢触手。不可能，喜欢触手的举手。这人数比较少，很少。我想说这里很变态，应该有很多我的同类，结果没有。刚刚有举手的，好不好？等一下你们有机会可以上台。三、二、一，这一位，这一位。耶、yeah, ！我在后台遇到两位很可爱的女生，请问今天办的是什么呢？我们是 AJ 的官方巫女。哇！哎，这套衣服超好看的。请问你们平常都看什么样的 A 片呢？我喜欢看 gay 片，所谓的 BL 吗？对。哦，那你呢？我喜欢看《玩偶姐姐》。那是什么？康康豆。康康豆。康康豆，他的影片真的很优质。那请问，如果你们是 A 片导演的话，你们想要导出什么样的影片呢？像我喜欢看那个《玩偶姐姐》，她都是跟她男朋友。会流露出爱意，这不是为了干而干的那种感觉。我也想要跟男朋友做爱，可是我没有。那你呢？可能像师生恋。哦，师生恋还不错哎，我也喜欢。感觉很奇怪。对，就有点不好意思，这个视角。你今天是来工作的吗？就是来看我的，来探班这样子。对啊，你也是。我今天是工作的。想请问一下，平常你们都看什么样的 A 片呢？都看哎、欸，你都看自己的片吧？我看自己的片，我唯独不看。真的吗？你真的不会看自己的片？会。那你喜欢偏好什么样的内容？后母系列吗？对。后母，然后想要跟自己的儿子干嘛？是这样吗？我有翻拍过一部啊。哦。叫《艳妇》。哎，如果我拍 A 片，然后是拍自己喜欢的剧情的话，会很兴奋吧？玩好玩哦，我也要拍。你要拍是不是？哎，想拍想拍。你们公司有触手吗？有很多手，有可能很多手。你喜欢看什么样类型的？我喜欢看动漫的。什么主题？学长。学长跟学妹。对。那你呢？我喜欢看狮女系列的。狮女系列。迅猛龙吧。迅猛龙跟人类。是吗？太重口味了啦。狮女系列是怎么样？变态那种。我算是吧，就是痴女或者是就是那种 S M 之类的，你是淫荡女，淫荡女王，对对，所以你是喜欢被 S 还是被 N？ 其实我都喜欢，那你女生也可以吗？她是爱女女了，真的假的？对，可以啊。现实中，你跟女生也是可以的吗？当然可以，欢迎报名。耶、yeah, ，可以、啊。我觉得 single 我很危险，可以把它吃掉。我先走，我先走了。如果你们是 A 片导演的话，会想导出什么样的？学长学妹多批，然后最好就是大乱斗量，十男占个二十女之类的。二十女，哎，你们都比较喜欢女生的，是不是啊？女生画面比较香啊。比如说自己实际操作自己来的话，我觉得多女比较好玩。我喜欢多女。多女，多女在小小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。你没办法了解我们的世界，对不对？我还是觉得要男女。触手，触手，触手，对，那有那个对，触手，这种可以吗？这种可以吗？谢谢你们，谢谢啊，谢谢我们，谢谢粉粉采访我们，谢谢你们。怎么会这样子？我以为这里会有很多我的同伴啊，结果还是只有我最奇怪，我最重口味吗？我要去反省。今天什么最多？男男女女。萝莉系列，女男，这些其实都蛮正常的，不然就是那种大家会看什么丝袜啊、cosplay 啊，或者是教师系列，还有上司下属的系列，都是正常的类型。好，没关系，那就让我一个人贯彻始终，我今后还是一样会继续寻找我的触手好伙伴的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，如果还想看我拍什么，或者想看我被触手怎么样的话，就在底下留言，反正我也会当你没说过，耶、yeah!。那个触手什么的，就会把女生抓住，然后就一直捅她，对不对？然后这种游戏，哈，什么游戏？就是触手，然后弄女生的游戏啊。你看问出来了。哦，我以为是真的哎，真的我也要去玩啊！希望你们回去好好感受一下触手的魅力在哪里。